Hello，啱啱翻到屋企，然后就食晚餐，就开个 live，咁样就系咁。今日我嘅食物有意粉啦，同埋呢个超好食嘅骨肠，唔知有冇人都中意食，所以我觉得好食。然后椰青同埋 CWS，CWS，Hello 各位好，先吃咯。Hi，Miss you，Miss you too。3000人卸妝。我都冇化妝，我沖埋涼添啦。我翻到屋企沖埋涼，洗埋頭，然後吹埋個頭，先開 live 嘅。冇啊，所以唔使卸妝啦，今日，因為本身已經冇得卸。阿糖，你咩啊？你開槍好勁，一嘢射中我個心。3000表演化妝，唔要，因為我唔中意化妝。好耐冇見，係，真係好耐冇見，非常耐。次次直播都係食嘢嘅，因為今晚係晚飯，即係未食晚飯，所以就要食嘢。今日好多人理我，唔使放大鏡，真係好嬲啦！唔係我明嘅，因為即係可能佢哋咧碌到好上，然後逐條逐條睇，咁我下面已經出現咗啦，咁就有啲 delay 咁樣咯。然後其實 Wing 卡同阿搞都係睇唔到我嘅，唉，傷心，唔緊要。Can you see me? I can. 好美喎！我最近咧喺度睇韓劇。我睇《僵尸校园》，然后咧，我觉得咧，我自己大胆咗咯。即系以前咧，我系唔敢睇呢啲。即系我睇《尸杀列车》嗰阵咧，我都系劲惊咯，即系唔系劲惊，即系我会好紧张。但系而家咧，我系抱住一个 OK， 见到丧尸 OK， 就咁咯，所以冇话特别惊啦。啲丧尸，然后我哋喺度讨论。我今日同阿搞喺度討論，阿搞咧，阿搞真係超級厲害。我想講阿搞係扮點樣講咧 ？acting 啊，即係佢扮一樣嘢咧，係好活靈活現嘅。即係佢喺度話啊，其實僵尸校園咪就係嚟嚟去去點樣嘅？點樣扮翻佢咧？佢就話咩？老豆你唔好死啊！然之后阿女你一定要走啊！你走啦，你走啦！然之后老豆咁样，然之后就咁，然之后就好似
即係佢話明明佢都係呢個劇情啦，然之後咧，但係咧佢用咗十秒去演繹，然之後我哋覺得勁好笑啊，因為佢真係扮得好似啊，勁好笑。但我而家睇到大結局，唔係即係我爭大結局我先睇曬，所以唔好劇透，唔好劇透。個黑眼圈好大，好 sad。但我今日揀唔到一個順眼嘅 filter， 所以我就唔用 filter。近視，然後啲手指，然後個頭，然後就咁樣，佢扮得好似啊！然後我 Win 今日咧話，佢好想睇我去演僵，即係扮僵尸，然之後我都想，好正，係咪好似？我都覺得我扮僵尸扮得幾似。然後我想講今日咧。我今日 Ivy 啊推跌我今日，佢今日扶我起身啦，因為我坐喺度嘅本身，佢諗住扶我起身啦，咁一扶咧，佢一嘢掹我向前，我成個撲咗喺前面咯，攤下車，可唔可以扮弱智？嗯，有啲難度咯，即我天生咁聰穎啊，咁我覺得扮弱智係比扮僵尸更加有挑戰性。咁但係，即我覺得如果有一個角色係扮弱智嘅話，其實我都可以摸索下點樣去做，即係可能我望多啲call 其他成員啦，咁我就可能知道即係弱智嘅行為係點樣咯。咁中意病嗰啲咧。我就會知道咯。唔要阿 Win， 阿 Win 都唔喺度。邊個 Win 先？我間房開咗暖爐啊！有個暖風機，冇啊！我係第一個收工嘅今日，因為佢哋要試過啲衫，可能因為佢哋我最 fit。我唔想試，我直接走。好熱，凍唔凍？唔凍啊！呢件 hoodie 好暖。我感覺我發覺我所有衫都係，即係點樣講咧？即係我嘅日常打扮就係 hoodie 加件一件褲咯。我同你介紹我最中意嘅褲啊！係我十成九翻工會著嘅，因為多數即係我哋出 event 係會有衫換噶嘛，咁翻工著咩？通常可能就係 hoodie 啦，加一條黑色嘅褲。但係呢條褲係咩咧？入邊有毛毛噶，啲服裝姐姐話呢條係龜佬褲咯，但係真係好暖嘅，呢條褲又舒服喎。即係我因為我唔中意著牛仔褲，因為我覺得牛仔褲咧好貼身，即我唔中意嗰種貼身，同埋牛仔褲嘅質地咧，一著落去凍冰冰咁樣，我好唔中意啦。然後我就覺得呢啲褲，即係佢貼得嚟，唔會有一種緊嘅感覺，同埋一著就已經覺得啊暖嘅感覺，就唔會凍冰冰。我都唔記得咗喺邊度買，好似係喺網上，唔知邊度買。呢件好似入邊都有冇。
毛毛。在哪裡忘記了，因為不是啲牌，唔係牌子嘢嚟，係龜老虎，我認啊！龜老虎，我中意龜老虎。我諗住睇完《殭屍校園》，我會睇《IT 九》啦，因為我未睇，但係好似幾即係啲人話幾好睇嘅，同埋而家播曬，我就可以慢慢追，所以可能。會睇 IT 噶，同 Yoyo 膝頭哥冇撞遇到，冇啊，嗨一嗨啊！但係嗰陣覺得好好笑啊，真係你明好認真咁跳緊，然後我突然真嗨到。王家庭是非偏無啊！諗下先，諗下先，諗唔到，諗下先。王家庭是非，我細細聲講給你。諗唔到，對決那陣時遇上蘇媽的契機，然後我唔記得歌詞。哇，好大碟啊！我覺得我會食唔曬。星 call 啦 ，call 啦，好飽。IQ 題，其實我覺得我畫畫進步咗咯，但畫畫都唔係咁差啫。其實畫到啲神水出嚟，我識畫，我識畫畫嘅。嗯，我記得有人 at 阿 wing 嘅，唔好 at 阿 wing 啊！講先，我好得閒。我今晚、聽晚、呢晚、嗰晚、邊晚都得閒。我今晚、聽晚、呢晚、嗰晚、邊晚都得閒。我想見到你，所以今世邊晚都得閒。
而家去，我而家自如啲啦。你有冇覺得？雖然其實唔係好覺，但係唔知啊。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这个是什么来的？没这样就行了。饱了，但是妈妈不让我吃剩的，她说一条吃完，一条吃完。我想说呢，我細個咧係好驚放 lunch time， 因為我細個嘅食量唔大啦。然後咧，我同你分享一個趣事，就係咧我試過幼稚園咧，即係佢有茶點時間噶嘛。然後咧就食茶點啦，但我又好唔中意食喎。但係我即係我聽屋企人複述翻就係、是、咧，即係可能你當我係翻下晝班定朝頭早班咁樣，即係幼稚園放半晝嘅啫嘛。然後你當可能九點吃茶點咁樣啦，然後十二點幾放學啦，然後我屋企人係話我將九點吃咗嘅茶點含到去十二點都未吞咯，即係我係好唔中意食嘢咧。然後咧每一次我食唔齊咧，我個老師會鬧我，所以咧即係我翻小學嗰陣或者我翻幼稚園咧，我係會喊噶咯，因為我好唔中意。即係我會好驚啊！放 lunch 好驚啊！食唔習俾人鬧啦咁樣，但係我又真係食唔落咁樣，所以呢個係我嘅童年陰影。然後咧，最好笑係有一日幼稚園老師，即係我有一日唔知做咩啦，即係可能我個胃口好或者我中意食嘅嘢，嗰日係我中意食嘅嘢。然後咧，我嗰日添茶點啦，然之後個老師放學嘅時候，同我屋企人講。他今天添茶點啊，咁樣咯。點解我覺得好添茶點都覺得，添茶點都覺得好驚喜啊！其實我真係點樣講呢，我唔係大食，但係我餵食咯，即係我會，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唔好嘅習慣，但係我係會。可能呢樣嘢我想食兩嚿，呢樣嘢我想食兩嚿，但系我唔能夠呢一樣嘢我同一次過食好多嚿，因為咁大碟，而況我一開始會見到哇好正啊咁樣，但係我可能好快就會飽咯，然後我就會開始想食士多啤梨或者飲椰青咁樣咯，係就係咁，呢個係我嘅胃嘢。唔係咯，我有轉。如果係拎啲嘢食獎，我一定係拎最唔肯食嘢獎。蘇媽個綠茶，佢都冇拎翻嚟俾我，可能佢已經食曬。我呢幾日有積極，唔係減肥，即係操。肌肉咯，即係workout 咯，做 workout， 即係晏晝做一次，然後夜晚臨瞓前再做一 set， 係會覺得即係我主要係練個 core 咧，然後係會覺得
冇咁泡啊，即系啲肉冇咁泡，系真系有用嘅，我觉得。可以教 econ， 我唔識啊，唔記得咗啦。咁耐已經 opportunity cost， law of demand， division of labor， entrepreneurship， 唔記得咗。點唔記得咗？其實 econ 就係、是。Econ 呢，其實你每一條題目呢都有一個答題的方式，即是一個公式咯。即我嗰陣我記得係，但係 Econ 係真係你要做 pass paper， 其實每一科都要。但係即我嗰陣操 Econ 係我做介由，因為我真係幾中意 Econ 嘅嗰陣，即我係由 A level 去到 DSE 我都做曬，咁又唔係做曬，即做咗好多年，可能做咗廿年、廿幾年嘅 pass paper， 然後慢慢就會背到啲。題目嗰答題嗰個 formula， 即係其實係，所以背咗，然後你知道啊，寫呢句係第一步，寫呢個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點樣寫，咁就攞曬分，即係就可以喺嗰題裡面攞曬分咯。即係起碼呢啲基本嘅題目你攞曬分先，咁然後一啲。挑戰題，即係或者佢少少轉文法，即係佢每年都要轉文法啊，或者一啲新嘅題目嘅時候，咁嗰啲你攞唔足分，咁都唔緊要，即係喺一啲經常考嘅你攞曬分，咁補咗個好啲嘅 grade 先咯。好飽啊，多我諗下先，我食午餐肉。我想講，我啱啱買咗個雪糕食，雪糕下次記得同餃講 sorry。點解要講 sorry 啊？講咩 sorry？ 阿狗，我隻貓好似喺聽，好似唔喺度。有咩講好呢？你睇 eat ice cream， 我都想食，但係冇我中意食嘅雪糕。有人問暫時習唔習慣做歌手？我唔算係歌手啊，係咪？即係但係講真，我好中意而家嘅生活嘅，即係會覺得啊，一做嘢見到七個人咁樣。嘻嘻哈哈咁樣好開心，所以唔知即係佢哋係會俾咗一個
安全感咯，即係點講？即係見到佢哋係會好期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係一個工作狂嘅，即係咩啊？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工作狂，即係係會。即係幾日唔做嘢咧，我會悶咯。然後我就好期待啊！我都幾時可以見到你哋七個咧咁樣嘅感覺。好味。但我真係食唔曬。唔係媽咪啊，係我阿哥啊，我阿哥玩我，無聊，無聊。但係冇題目，即係唔知畫咩。畫錯咗添。呢個係第一個，一二三。有冇人估到啊？我收到啦，但我未想到怎樣砌的，因為砌完之後就放在桌子上，即是怎樣掛起它或者怎樣收回它，我未想到怎樣安置砌完之後，雖然我都不知道我成不成功，所以呢我都未開始未整，你看我蘇媽的樣子。想想
我懷孕啦。哇，完了，都唔錯啊，係咪？真靚，真靚啊！我啱先喺度講起，我啱先喺度講起，得你一個認到我啦。你講心靈靚唔靚啊？畫咗，你估下呢個係邊個？我畫咗，我畫咗啲特徵出嚟噶。你估下，你估下佢係邊個？我畫咗一個好重要嘅特徵，好重要嘅特徵。是一個，我畫緊一個人嚟嘅，一個人。你估下係邊個？你估下我畫緊邊？好重要嘅特徵，好重要嘅特徵。Yes， 心靈，你估中咗啦！我好開心啊！即係證明我嘅畫功係見得人。我都話我係，我畫得唔似，但係我會畫特徵咯。好開心咩？係啊，佢個肚啊，成日都著露肚衫，就係佢。哈哈，得咗啦我。我心靈啊，心靈呢個咧，我覺得。是 Cora 的人才估到的，OK， 心靈的特徵就是這個袋，因為心靈是經常性帶一個巨袋回來。我覺得 OK 啊，畫了幾次啊，還有心靈很喜歡穿樽頸衫，樽頸衫，是啊，心靈的八寶袋，這個就是就是心靈。我畫了個袋出來，個頭髮一樣，是因為我不懂畫頭髮，同埋差不多。其實我哋咁，你長頭髮的女仔就是差不多咁樣畫，即是我畫自己可能啲頭髮都是咁樣嘅啫，差不多啫嘛，長頭髮。個手臂嗱，個手臂咧即係咧係咁樣。挽住個袋啦，然後叉腰。今次咧，我將個手臂畫喺個頸隔離，即我唔係跌咗落去啦，所以咧個比例應該係啱嘅今次。Yes，yes。阿 wing 唔識畫 wing， 佢冇特徵嘅，因為。我想不到他有什麼特徵。阿溫啊，阿溫畫畫兩隻翼給你。 Rap， 啊飽了，真的不吃了，真的不吃了，吃士多啤梨了。是不是喝椰青啊？
唔得，好难啊！我唔画画啦，我唔中意画画。三分钟热度。Rock Sir，Rock Sir 就系、是，我已经画完 Rock Sir。Rock Sir， 我哋嘅排舞师呢个系 Rock 啦，然后呢个系 Sir。阿爹，好，我画你阿爹，你要唔要入嚟啊？我望住你个样子，我先画到噶嘛。爹爹，你要唔要入嚟啊？爹。阿爹喺边啊？阿爹，你入唔入嚟啊？我试下 at 你先。阿爹话你系咪觉得自己好好笑？少少啦。阿爹啊！爹。但是又好像即是你不知道有一种神水在这里。阿爹，阿爹，你有没有看到啊？阿爹，这个是你啊。其实同你上次嗰字画咗，我跟住嚟画嘅。唔系啊，阿爹咧，咪有个笑咧啊！佢上次 IG story 咧，即系有化妆师喺侧边偷拍佢啦，然后即系佢望一望，然后有一个好诡异嘅笑容嘅，就系呢一个咯，就系呢个笑容咯。所以我系模仿啊，系咪？阿爹究竟有冇回应？阿爹叫人画完之后咧，嗱呢个咧唔系 mark， 因为我如果画 mark， 我会画埋条眉嘅。阿爹阴面只有条眉，所以就唔系 mark。有啲特征，我会画个特征出嚟噶嘛。隔篱嗰啲啊，隔篱嗰啲唔使理，啱啱系画错咗。畫錯咗，呢個係唔係嘅？純粹呢個係你咯。係有 feel 噶，畫得唔似，但係有個感覺喺度，有 feel。畫抒情啊，抒情都可以。
wing 入咗嚟喎，阿 wing， 阿 wing， 我俾你估下，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啊？呢、這个我画咗个精髓出嚟，我画咗个特征出嚟咯，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唔系啊，我要等阿 wing 估咗先啊，快啲估啦 wing。呢、這个是花姐，梗唔系花姐啦 ！No， 智慧担忧呢个喎、啊，边个成日着露肚衫啊？呢、這个是心灵，因为咧佢个百宝袋，然后呢个是阿 Day。呢、这个是苏晴，呢、这个是 Ivy 嘅，因为佢成日着露肚衫。多谢阿华 wing， 嗯，有 feel 有 feel， 哇，几靓我觉得画得。神水出嚟咯，嗱下面嗰个唔系胡须啊，系呢个神水又系我修饰个面型，呢个系你，但我觉得画咗几次咯，画咗几次啊呢、這个真系，呢个阿 wing 个样，呢、這个神水啊呢、這个，系咪啊？我画得有进步噶，呢个真系好笑啊 wing， 我真系笑死我。花姐，不過我成日畫花姐。哇！真係幾似喎、啊！我想講，我真係我畫到花姐嘅神水出嚟嘅黐線。哇！谂下先，个嘴应该系点咧？花姐嘅嘴，我画咗呢个好似，哎，加咗两粒眼唔似，呢个系花姐。加嗰兩粒眼珠咧，係勁似花姐咯，即係花姐眼鏡反，有時反光咧。加咗兩粒眼珠，即刻變得温純咗咯，但係都係有啲神水喺度，好笑啊！呢個真係，諗下先，啊，好開心啊！真的很好笑的、啊、这个。所以阿 wing 就是这样啦。阿 wing 的对白，我现在将每一个人加一个对白先。阿 wing 的对白是又食，不是，等我想想，阿 wing 的态度是又食。然之后花姐反正对白是 XY 教授，
然之后，阿 wing， 你睇住啦。好美啊！未够噶，睇住啦。我以为啱啱阿 wing 话你冷静啲啦，笑到咁样，然后咧，然后我以为佢训话我啦，咁我就认真，跟我有事，我有事唔系你第一日都知嘅咩？系啊，爹系爷青啊，系咪好想饮呢？真系好饮啊！阿爹，你有冇食饭啊？爹，如果你冇嘅话咧，可以睇住我食咯。咁讲咧，我想分享咧心灵食嘢咧。我示范一次，心灵食嘢系，所以咧，即系咧，佢 call my name 咧，咪有一句咩？暴烈你那笑容，咁样嘅，即系向你那笑容，系咪好有画面？但系佢食嘢系。他会咁样咯，然之后就觉得好好笑。即系我系学心灵。系咪好似啊？真系好搞笑，因为我观摩咗心灵呢个好耐，因为我觉得好好笑。啊！呢样佢食咩都系咁，系咯？佢哋又唔入 live， 咁啊？你哋想唔想一齐 join live 啊？有冇人啊？如果你哋想 join， 你哋 request 我，我会即刻睇到噶。唔似得阿搞咁样咧，隔咗半个钟先睇到啦。阿爹啊，阿爹系，阿爹系，阿爹系咁嘅，笃紧电话啦。哇！你食咩啊？我又要。阿爹系咁样咯。阿爹系咁。阿 wing 梗系唔会陪我 live 啦，阿 wing 唔会理我嘅。系咪住啊？然后，然后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劲好笑咧，就系，即系我今日去咗买雪糕食啦，喺佢哋七个面前食雪糕，然后咧。然后呢，我就拧转头望 Ivy， 其实我唔系望 Ivy， 即系 Ivy 喺后面，咁我就拧转头啦。拧转头呢 Ivy 以为我问佢食唔食咯，然之后咧佢我都冇讲有咁样望一望，然之后佢就话我唔要啊咁样啦，然之后我都冇问你啊，我都冇问你啊。
但佢積極減肥中㗎嘛。咁我俾阿翁知道我食雪糕，算啦。好食啊呢、這个，系咪？我好识扮人嘅。阿 Mark 系点样咧？阿 Mark 就系我锡佢嘅时候，佢会。咁样咯，真系噶，佢即系佢会好似狗仔咁样，即系突然之间好高音咯，唔知点办？呢、這个有啲难，但系个神态就系咁样咯。点解心灵同阿 Day 都唔理我？走晒 ，OK fine， 唔买，好啦。可能阿温仲喺度，系好惊我讲错嘢。扮 Ivy 啊，啱啱扮咗佢，我唔要咁样咯。Ivy， 谂唔到佢有咩 signature 嘅感，即系嘅对白。嗯，有边个好扮咧？揾唔到啊！扮苏晴，苏晴有咩咧？苏晴，苏晴冇喎，苏晴。其实我饮醉咗，呢个其实系酒嚟噶，啊，醉啦，醉拳，加醉拳，唔好冷亲，我唔会啊，我呢度。呢度有个暖风机喺度，扮搞最似我啱啱，我啱啱都冇扮搞，扮搞，但我真系做唔到个大 J 嗰个咧，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声好似咯，即首先你要做到个声好似，但系。啊！我谂咩搞系会谂下先，谂下先，好多画面嚟噶，即系佢，我觉得搞好得意嘅，即系咧，佢系即系我锡佢嘅时候，佢系会咁样咯，即系呢个其他唔会嘅，系即系搞先会嘅，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我想起阿搞，我會想起的畫面啊！然後仲有邊個咧 ？Winka 係唔
知好好笑。Winker 嘅笑，我可以模仿 Winker 嘅笑声咯。Winker 笑声系，系咪咧？好似唔系，因为我嘅笑声嚟噶。唔识啊，但系我有个画面喺度，但系我仲扮唔出嚟添。即系佢会好傻更更咁样笑啦，其实都有啲似我嘅笑啦，即系咁样笑啦，所以好搞笑。嗯，我中意你，我中意你，呢个系 Winker 冇错。我吃完小德啤梨都完 live 了，差不多了，都一个钟了。七师傅和谦公扮谦公，谦公有什么东西？谦公有什么口头禅或者小动作？七师傅就是师傅爱你，想见我的猫，我的猫是出病啦，我的小喵喵。我想说今天呢，因為我隻貓好驚出街，然後咧，我今日專登玩佢咧，攞個出街袋，我好驚啊！佢匿埋啊，好搞笑啊！佢最中意食咩？其實咧，我想唔係最中意食咩？其實我思考過呢個問題，我覺得我最中意食嘅嘢係雞翼咯，即係田雞我都中意食。但係如果話要排序咧，我覺得我最中意係雞翼咯。雞翼 is always number one 咁樣咯。哎呀呀！什麼？啊！喵喵嚟揾我，喵喵，阿妹啊！啲过嚟啊，过嚟啊！阿喵喺度啊 ！Hello， 喵喵 ，Hello 啊 ，BB 过嚟啊！哎呀，冻唔冻啊 ，BB？ 我的猫啦，大家想见我嘅猫，已经。将佢送到我身旁，哎呀，好得意啊，好可爱嘅小妹啊！哎呀，坐好，哦哟，坐好啦，坐好啦，哎呀，唔要啊，唔要，唔要，唔要妈咪抱啊！